这局呢，对兄弟相对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三垒方向，这个球三垒手接的不是很顺畅哦。哇，这个球在没有接到的情况下的三垒上的跑者王胜伟回到本垒得分，兄弟相对的又追了一分回来，同时现在一二垒有跑者高国兴，这个球并没办法接到。这一分要算在是李丰华的身上哦，投手教练上来喊暂停，接下来要轮到右打者，看是不是要换右投手，已经挤压到了。嗯，我这都想到正面去接球了，所以有一点哦，会有点措手不及。这些挖北龟哦，所以有一点重心不稳。球等于是又从手套里面弹出来，记录组给的是守备失误。